是你要当了明星，八亿老爷都是影帝了。评选热心社员就应该是你。真的？又懒又馋，赚冒险你还怪别人，你才白搭。你竟然向着外人说我，要下暴雨了，赶紧逃命去吧。这是阿文迪亲口说的。天三月呀，那个水呀，它那涨这么高。马上要下暴雨，五天五夜，水涨得比树尖还高。没问清楚就散播谣言。翟英英，我正在吃杏仁呢，吃吗？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天天睡不醒，就吃的时候有精神是吧？啊，你看看你这身材，胖得跟啤酒一样，还天天做梦当明星。你要当了明星，八亿老爷都是影帝了。你，哼！有你这么扫地的吗？地没扫干净，土都被你扫匀了，到处都是灰。你看看你那俩驴耳朵，大肚子，四只驴蹄子，就你这样还学舞蹈？你什么姐？我什么我？我说错了吗？我驴，你怎么了，我驴？哎呀，没事，给他根胡萝卜，他就起来了。我驴。就你这分量，没事都压出事来了。长和宽的比例都一样，变正方形了。我驴一定是这样被你气晕的。我驴，咱们去医院快点啊！我驴，嘿，货就这么一扔，丢了怎么办？胖哥，哎。哈哈，恭喜胖哥成为了我们的热心社员。谢谢大家，我其实什么都没做。胖胖，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呢。你瞪我干什么？地是我扫的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而且你是赶巧晕了吧？医生都说你是低血糖。哎，那是我到医院顺便做了一个检查，结果发现血糖低。为什么低？我每天晚睡早起，按点报时，我替你送货，我替你扫地，我替你报时，我什么？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，你们都不领情，我图什么呀？哎，夏莹莹，夏莹莹，夏莹莹啊！这张嘴太有才了。小英英，小英英，别走别走。哎呀，你飞得可真快呀、我一直在到处的找你。大家都讨厌我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谁说我讨厌你？谁说我讨厌你啊？我就认为这次评选热心社员就应该是你。真的？太不公平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走以后，我跟他们都打起来了。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欺负人吗？八一老爷啊，原来你才是好人。我一切都错怪你了。没
没事没事啊，以后认识到就好了，咱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以后要互相帮助。白衣老人，谢谢你。不客气不客气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提高。白衣老爷啊，你这三天两头的白拿，我这可是小本买卖，扛不住你这么大的肚子。小莺莺，你和八亿老爷谁肚子大你心里没数吗？这个房子是八亿的，没有这个房子你能有这个店？八亿老爷才拿了这么点吃的，他才值几个钱？你自己平时又懒又馋赚包钱，你还怪别人，你才白拿。耶，走。白老爷，你嚷什么？你嚷！该结账了。结账？结什么账啊？驮人拉货的账啊，总共50根胡萝卜。啊！瓦里啊，我跟你仔细的算一下这笔账啊。好，你帮我拉了一袋小米，对，丢了一把，要退3根胡萝卜。你驮人就更不要说了，你把我掉到了沟里啊！这些医药费何止50根胡萝卜呀？还有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药品补理费啊！干什么的？袋子破了，是您自己撕开要验货的。您摔倒了，是因为您偷蜂蜜，后来被蜜蜂追，自己掉沟里面的。你给我胡萝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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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莺莺，上！不错，不错。这是我先拿到的，是我的。谁看见了？有证据吗？就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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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哎呀，这是我的，不要吵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吵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商场里做活动，一堆丝巾免费赠送，我就看上这条了。夏莺莺，你要干嘛？你要丝巾干嘛？往哪儿带啊？你说说，你天天除了臭美，你还会什么？都不知道怎么美合适的，就知道照镜子，也没见哪个导演找你拍戏啊。你竟然向着外人说我，你还是我姐姐吗？啊，你说我？我走，以后就当我没有姐姐。小莺莺，小莺莺，小莺莺，正合适，我正找你呢。那个，给我收账去啊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。小子，小莺怎么了？说不出话了？喝水呀，喝，多喝水，喝。喝水都不管用了。哎呀，小莺莺啊，小莺莺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啊？你说你一天到晚不是跟那个吵啊，就是跟那个吵，要不你就瞎报私，要不你就嚷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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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嚷，你嗓子不坏吗？啊，你身体好不容易有点事儿找你，你怎么了，小莺莺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又在想什么呢？还想说我们呢？哎呦，哎呦哎呦，你别哭啊！我最看不得哭了。哭了？谁欺负你？跟我说，我找他去。我是回来拿东西搬新家的，我找到新窝了。去，你先别说这个，你没看见他正在哭呢吗？我们都被他弄哭过，他也该哭一回了吧？哎，不对呀，这哭，他光流眼泪，怎么没有声音呢？他嗓子坏了，那送医院呢？走。哎呀，不拿杯子你送什么呀？真马虎，哼。小莺莺，
正好趁热喝了。阿凡提说对嗓子有好处。哎，肖莹莹，你在这儿呢。哎，这是金银花水，嗓子哑的时候喝的最有效了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吃药呢吧？对不起，能说话了。哎呀，肖莹莹啊，明白了，明明是热心想帮助别人，却说出伤人的话，谁也接受不了啊。我错了，希望你们能原谅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还应该谢谢你呢，谢谢你帮我把货送回小卖部。谢谢你帮我扫地。姐姐，以前我太懒了，老是让你一个人暴食，对不起啊。谢谢你们能原谅我。哎呦，小莹莹能说话了。好好好，跟我收账去，现在没你还真不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温室效应主要是因为过多燃烧石油和天然气而走，暴风雨要来了，会导致海平面上升，海洋风暴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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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及了。海平面上升，海洋风暴，这里要被淹没了。哎呀妈呀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哎呦，华丽，你已经长到后脑勺了。你才长后脑勺呢，你瞅什么劲啊，我这又不是终点线。哎呀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，我能不中吗？能有什么大事吗？名牌包包又打折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？哎呀，不知道吧。要下暴雨了，大海刷刷的要往这里扑过来，这里要没了，赶紧逃命去吧，这是阿凡提亲口说的。阿凡提才不会说这么不靠谱的话呢。哎呀，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啊，哎呀，没时间了，你赶紧去逃命吧。哎哎哎哎哎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要下暴雨了，三天三夜呀，那个水呀，它那长这么高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就算它下三天三夜，水涨这么高，那你顶着个脸盆有什么用啊？你看看脸盆有什么用啊。不行，得换个大点的。蛙驴，你是听谁说的呀？我听阿凡提说的。那要是真的？哎呀！树爷爷，树爷爷，你赶紧出来呀！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哎呀！马上要下暴雨，五天五夜，水涨得比树尖儿还高，您赶紧逃命吧。暴雨，水涨得比树尖儿还高。你们呐，别听风就是雨的，要真是那样，你们往哪逃啊？啥分题老师说的准没错。姐姐，你看到我的防水眼影了吗？哎呀，你赶紧回来收拾东西逃命，别耽误时间了。来了，树爷爷，您多保重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呀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蛙驴都这么说了，看来这事儿是真的呀。胖哥，你以为我是钢筋铁骨吗？哎呦，能吃了谁呀？能吃了我
不对劲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要下暴雨了。你不知道吗？山顶就要被淹没了，你赶紧跑吧。谁告诉你们的？阿凡提老师说的。喂，那什么，你们随便挑随便选，量力而为，量力而为，千万不要争不要抢啊，去吧。哎，别争别抢。你这是给我一个特大号的盆，盆？不知道啊，啊，大灾难啊！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在里面。阿妈，哎呦，八一老爷啊，您这是把所有粮食都搁在这驼峰里了吧？是，你当我是骆驼呢？给我弄条船去。船啊！我这可是小卖店。哎呀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，一定要尽快给我搞到，钱不是问题。真的，真的。回来，别太贵啊。哎呦，你吃了三张糖饼，就称输了这么点儿？哎呦，老婆，我连糖汁儿都快给消化了。这是你要带的东西啊？我就带了一些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、名牌包包而已。叔叔，啊，干嘛？这包里都是我的游戏机和零食。哎呦，游戏机，你上哪儿充电呢，八豆？要是我不玩游戏机，那就是度日如年。这点零食就是我人生中最后一点的享受了。呸！姐姐。以后咱们就要一直这样子飞下去吗？卖船票了，卖船票了，谁买船票啊？预购从速，先到先得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要！朋友们，安静。我这个船上现在只有一个位置了，啊，就一个，啊，一个。给我！蛙人，你都有盆了，你还要船干什么呀？船比盆踏实呀。你这体重，船也会撑不住的。哟，你就比我轻。比你轻。哦，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这个，我这个船上的位置呢，大概是100个金币起价，价高者得。八爷老爷，十根胡萝卜行不行？十根胡萝卜？八爷老爷，干嘛？求求你让翟英英坐上去吧，我可以给你们探路啊，给你们找吃的。姐姐，老婆，小英英白给咱们指路，咱们又赚了。你确定？一言既出。嘿，我知道那个驷马不容易追哦。驷马难追。哎呀，听听你婶婶的学问，而且，那就让他坐上来吧。啊，英英，你去吧，姐姐没事的。姐姐，我好像。晕船。快！拍电影呢。阿凡提，哎呀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我怎么又回到阿凡提辐射区了？阿凡提，你个自私自利的坏人！太好了，是真的不是梦，阿凡提老师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蛙驴说要下三天三夜的暴雨，水涨那么高。是阿姨妈呀说的。我是听阿凡提说的，海平面上人海呀奔跑，完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那是我要去演讲关于温室效应所引发的危害，在家里熟悉内容呢。原话是，如果我们不减少排放废气，
保护森林和海洋，会导致海平面上升、海洋风暴等灾难。哦，你就听了这么一点，没问清楚就散播谣言，你们大家还信了？他们不但信了，他们还往下传，让更多的人都知道。醒醒，醒醒！啊，下暴雨了，下暴雨了，下暴雨了！哎，树爷爷，您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要让你们知道这听信谣言有多害人呢。哦，不对呀，我要去演讲的事情，胖哥是知道的呀。飞天，你敢耍我吗？你信了吗？